control.为什么要害死老秦？哪个老秦啊？请问一下，你们老板在吗？你哪位？有个案子，前几天有辆车电死一名护林员，怀疑跟你们老板有关。我就是老板。给五哥惹了这么大麻，说吧，我知道错了，该怎么办？放开我和叶夫人。师傅，对了，你见多识广，认不认识一个叫老五？钱啊，是挣不完的。我姓你，你不姓我。我就说我是清白的吧。站住！救命啊！来，走！